咁今日咧就會同大家分享一下呢只我食緊嘅美白丸啦。咁其實完全唔係廣告，咁因為我係近排 story 咪大家見到我，即系 IG story 裏邊咧就見到我係咁一直分享一下我平時用緊嘅嘢啊，有啲咩生活習慣啊，有啲咩嘅飲食習慣啊，等等等等嘅。咁就當中提及到咧，就話我有食美白丸。咁我呢盒咧新，但係唔係廣告嘅，因為我諗住攞盒新嘅同大家。分享一下會好啲，因為我嗰盒擺喺廚房已經變到黑掹掹啦。咁咧，咁呢只美白丸咧點樣？我覺得好咧。咁咧，我就係食半個月咧嘅時候，我就已經睇到效果。咁因為我成日都會出海啊，又會曬太陽啊嗰啲咧，咁我就同埋唔夠瞓嘅問題係，咁我就想就食呢一隻美白丸就可以幫到我美白啦。咁因為佢嘅成分裏邊咧就有維他命 C、維他命 E， 即係啲蛋白啊或者。SOD 瓜提出其實我不知道是什麼，那就啲對身體都 OK 的成分啦。那這一隻東西呢就是怎麼讀呢，其實我不肯定了，那讀出來了。那就每一天呢早上或者夜晚吃一粒的，即是一天吃一粒，你看看早上還是夜晚啦。那一盒呢裡面有30粒，那療程的話有沒有說多少盒是一個療程呢，那我又不知道，但是呢我吃了半個月咧就已經有效果，但係而家剩緊個半月啦。咁我都會 keep 住食，因為我覺得呢只除咗係美白之外咧，對身體都好嘅。咁佢可以幫助皮膚嘅彈性啊，又可以即係補水啊等等好多嘅。我見到佢個功能，如果大家想知多啲咧，可以 WeChat 我，即係加我嗰、那個幫大家代購呢一隻美白丸嘅 WeChat， 咁可以俾多啲資料大家睇。拜拜。